Fala, pô. Gente, eu tô de跟个母猴打什么呀？这个逼利眼的老婆跟谁打？欢迎李飞大哥，这个母猴是谁家的？我带着娃还去这么多。 是双胞胎，假双胞胎。那小孩不知道是，不知道是谁家的啊？他妈妈肯定是到跑哪去吃东西去了。没找到，那个爬，爬一爬的呢，被那个母猴看到。 吃的就恨唧恨唧的把其他的就赶跑，好让你们一家的吃，是吧？反正这都是他一家的。
Come on, come on.